国子监乃是大宋最高学府，向来只招出身名门贵族的男弟子，这女弟子我还真没听过。这万事总有个开头。国子监根据弟子资质由高到低设天地玄黄，这就是你的班级黄班。欺人太甚，我爹要上告国子监。不就是告老师吗？谁不会呀、啊，率性而活，洒脱自在，独一无二的惹祸，今我见过最麻烦的学生。四爷向来是睚眦必报的人，那耙子呢？根本听不懂耙耙，好瓜。我还真听得懂。不想让我赢的人是他，救我于水火中的人也是他。这一局我死都不会让。我对阿西从来没有功利之心，千金都难换桑琪的一片笑容。我们多年的兄弟，你别说这话，说这话我容易恶心。这肿脸就像烧鸡，一寸肉滑。还留恋桑琪这样的吗？真是口味清奇，生冷不羁。庄园，放下了庄园。这个妍妍呢，就好比这个蹄筋，吃着吧挺媚的，连吃呢，糖藕。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，相处久了吧，弄心了。送一份糖藕到府上，犒劳犒劳桑小姐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你们两情相悦，不过我喜欢你，是我自己的事。四爷。我是想凭我自己的本事夺完国子监，他有能力，值得你去拼命。是的。四爷，你打我！你可知道错了？